和风吹来蓝蓝的天，山也欢笑，水也惊喜。和风吹来蓝蓝的天，连风儿都含着花蜜。和谐的生活，和美的歌，科学发展开创一片新天地。装菜车藏家话，新天新地新农村，请欣赏情景短剧《山村喜事》。大家好啊！蘑菇屯又是艳阳天。
我老黄的位置要升迁，虽然名字叫黄河，姑娘一出嫁，我这黄河就是老泰山。姑娘结婚呐、啊，全村帮忙啊，村委会主任要给我送礼来，把这人可抠了。想当年我结婚的时候，送我一面镜子，本来镜面不大，把他们家30多口人名全用油漆写镜面上了，害得我好几十年没照清自己啥模样，他家家谱全背下来了。黄大哥来了，现在日子过好了，我想他总不至于再给我送上一面又送个大镜子。不是镜子，是家电下乡的最新产品液晶电视。那还行，这液晶电视要说这玩意儿怎么看呢？这玩意儿啊，这不是用油漆写的，办完喜事一擦就掉。那还行，要不然打开电视全是字幕，看所有的节目全要结束。黄大哥、哎、你姑娘嫁的是解放军工兵营的营长，这叫军地联亲呢、啊、这嫁妆你打算怎么送啊？怎么送？嗯，建国60年天安门广场大阅兵看了没有？看了。车上拉的啥呀？你还打算给姑娘送2颗导弹呢？导弹我送不起啊，我给姑娘扎了一辆彩车。你扎彩车的事啊，全村人都知道了，大家想把送给解放军的年货装到彩车上，直接送进军营啊。停，公是公，私是私，不能往一块儿掺和呀。黄大哥，你不想想啊，这些年没有政府的投入，没有解放军的帮助，咱怎么能修好出山的公路啊？没有路，信息进不来，山货出不去，咱能有今天的好日子吗？哪年咱都想给解放军送点年货，可人家不要啊。哎，前不久啊，解放军的家属组团到这儿买来了。哦，明白了。嗯，这是看到世界金融危机了，自己掏腰包帮咱拉动内需了。经济问题你也懂。懂，华尔街一场金融海啸，世界经济整个乱套，外国大亨嗷嗷直叫，油表的指针上下乱跳，咱村经济也受影响，有些产品不太走俏，党中央政策如同灵丹妙药，下半年经济形势回升向好，出乎预料， GDP 超8.9%，绝对保靠。了不起呀、啊、老哥。别崇拜哥，哥就是个传说。咱把送给解放军的年货装到彩车上，嗯，就说是姑娘的嫁妆，我就不信她还能把嫁妆给退回来。敢，她要敢把嫁妆退回来，我就把姑娘领回来。嗯，我让她知道知道，老丈人也是爹。太好了，上货。来喽！我跟你说啊，这可是喜车，上的东西必须吉祥。吉祥，放心吧老哥，都是咱们村的名牌产品，绝对上奖。绝对上奖。我送的是大枣。我送的是栗子。枣栗子有奖。上上。我送的甜瓜。我送的蜂蜜。甜甜蜜蜜有奖。上上。我送的三金。我送的鲤鱼。吉庆有余有奖。上上。我送的梨。你送啥玩意儿？梨。走。这孩子咋不懂事儿呢？结婚有送梨的吗？你送啥玩意儿？我送个蚕蛹。送梨呢，回来呗。咋了？又要了？光一个梨没奖，加上蚕蛹就有奖了，永不分离。上。行，别动了、啊、我说黄大哥，不能再上了，再上娘家人就上不了车了。开车，开车。送我大哥。那别人都送了，我们俩还没送呢。就是，干啥玩意儿这是？你俩送啥呀？我送活猪。我送的是活羊。我说猪钱有啊。这谁叫猪钱有啊？那是我老名，我现在叫猪有钱了。有点钱，你看你那个样。我说羊发奋。谁叫羊发奋啊？我现在叫羊奋发。你发吧，你奋发大发劲了还能变沼气呢。我这结婚呢，你们跟捣什么乱呢？哎呀，老黄头，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走开。什么情况主任？嗯，拥军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没有我们猪的事儿？那拥军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没有我们羊的事儿？
你问题是你们俩送这玩意儿他不上奖，不上奖呢、啊、怎么不上奖 啊朱杨拥军那是老传统了。什么老传统啊？朱啊杨啊送到哪里去呀、啊、送给他亲人解压方知。好有奖上车。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有什么奖啊？有奖啊啊，这是嫁妆车啊，我姑娘往中间一坐、啊、这边一头猪这边一头羊，这算怎么回事？这是你正好伴郎伴娘吗？就是嘛。给他黄大叔，给你姑娘找个伴娘长得丑点不显着你姑娘长得漂亮吗？你姑娘才有猪陪衬。反正这彩车我们得上。没错，不让我们上你也走不了。嗯，听我的，趴下。你躺下。晒晒太阳，挠挠痒痒。解放军为咱们修通了这条致富的公路，我们两个是最大的受益者。没错，过去咱的猪羊出不了山，现在我可以上午开车进城送猪，下午我就能在家数票子了。不是不让你们送啊，这结婚整头活猪，这不是猪八戒背媳妇出洋相吗？这不是。咱别跟他废话。你别跟我废话。我顶他哄他。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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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嘛呀？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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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上车上车。主任主任，部队已经出任务到村口了。好，这怎么办呢？没关系，看我吧。看你的，快来呀。乡亲们好。好好，今天咱们来个喜事新办，就在村口举行一个隆重的送亲仪式。下面请黄大爷把心爱的女儿交给新郎官张营长。好。父亲和女儿心连心，牵着骨头动着筋，交给别人不放心，嫁给亲人解放军。嫁给亲人解放军。营长啊，到。从今天开始，这个孩子就交给你了。放心吧，大叔。哎，大叔，改口叫爸。就是嘛，爸，谢谢首长。哎呀，你敬什么礼呀？给营长当爸，心里害怕，总觉得应当有点军事化。赶快送陪嫁。送陪嫁。对呀、啊，营长啊，爸，只要一叫爸，就开始验陪嫁。对，验陪嫁，请笑纳。爸啊，这所有的东西都在这儿啊，一卡车都装满了。这么点儿？点儿不太够啊。不太够？不是不太够，是太不够了。那你想要多少啊？你啊，有多少要多少。哎呀，我的妈呀，我姑娘嫁的是解放军呢。解放军不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吗？他这咋还多多益善呢？对呀、啊、爸，主任，不是我们要，是省城的食品公司要来大量的采购。你看着没有、啊、咱村的绿色食品在省城都有影响了。村、啊、长、啊啊啊、黄大叔、哎、您还认识我吗？老教导员呐。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啊、主任，人家现在可是省城食品集团的 CEO 了。哎呀，都 O 了、啊、哎呀呀呀。爸，不光是他呀，我们团的转业干部和复员的老兵无论走到哪儿都惦记着咱们蘑菇屯的父老乡亲，他们主动的为咱们蘑菇屯的特产打广告找销路啊。黄大叔，现在我们可是娘家人了。娘家人，这次来第一参加你女儿的婚礼，第二洽谈订婚。明白，买家卖家都到位，相当于上海世博会嘛。对、啊、真没想到给我们想的这么周到。想当年打隧道的时候，咱东北这个天冷啊，战士们手上冻的呀，全都是口子呀，那血是顺着指头缝往下流啊。那次排哑炮，你第一个冲了进去，一块石头砸在你的腰上，差点没要了你的命啊。乡亲们，
解放军给我们打开的不是一条普通的公路啊，是一条致富的大路，是一条发展的大路啊。我们一定要记住，解放军是咱们的恩人呐！感谢新人，解放军！上车！上车！王大哥，过去咱们送嫁妆是肩扛手提，后来是骑马赶驴，现在是机械化开机，科学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呀！对，说得好，乡亲们坐好了没有？好，今天我要亲自驾车。哎呦，我给我的彩车用12345 编了个新牌号，每个数字都有讲究。一，党中央一号文件如号角。二，咱农民二话没说往前跑。三，三农政策暖人心。四，四面八方直叫好。五，人均收入超5000。六，六年丰收不得了。开车。走在阳光路上，看旗帜飞扬，党的创新理论为和谐中国引领方向。走在阳光路上，听凯歌嘹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不可阻挡。
团结向前进，科学发展谱新篇。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晚会到此结束，祝首长和同志们新春快乐，阖家幸福。Thank you.